Hello everyone, this is Eva.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here to share with you the Santangle Art from Taipei in Taiwan.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一个小小的主题是关于纸砖的染色。一般来说，我在做纸砖染色用的最多的是水彩，还有彩色的 color pen。另外的话就是彩色的彩墨 color ink， 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在文具店或者是线上都是很容易可以买得到的。那每一次的话，我如果要染卡，我不会只染一张，通常我会染很多张，然后放起来，等到有灵感的时候再拿起来应用。就因为这个我一次会染很多张作为库存的原因呢，我今天所演示的作品它的染色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完成了，就是这一张它的背景颜色我是用粉红色的彩墨去完成的所以我想说我今天还是要演示一下它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那我另外的就是做了一张，这个是用 Ecoline 的棕色彩墨，其实加了一些水，然后用吸管去把它吹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染色方法很简单，而且也很好玩你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水彩、彩墨，甚至是咖啡茶都可以去这样子的把它染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视频呢，它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前面的这一个染色的技巧演示，后面的话是缠绕画的演示那他们的技巧是互通的，希望你也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灵感哦。